续来看这个网络顶传出到一段影片，是一个警专的学生和校长包围彪骂，就算伊一直化工脚疼，也是被要求要继续来做这个霸腰健身，结果被外界质疑不当来管教。啊，警专回应了，讲这是第43期的新生，因为进度对袂到，所以被班长留下来加强体能训练，唔是体罚。另外，这个班长拍摄到影片，虽然是在做工作记录，但是无妥当，会甲处罚。劝叫你站着，我叫你趴着，趴着，趴啊趴，趴着，趴着啊我一样。先生被几名校长包围，过程若被骂，各方要求袂当徛咧，爱趴咧。下去。报告班长，听众们。开始。大腿不舒服。对啊。趴着。相当趴着用不到大腿啦，趴着。先生讲身体不爽快，学长不要插，继续要求伊做霸型健身。你有听？你有听他的话？我听他，我叫你听，不是听，听耳朵听他的话。你在偷笑吗？很好笑哦。来，蹲着啦！趴着啦！蹲着啦！因为伫咧偷笑，互班长努力讲训练的过程放起来，影片等要3分钟以上，却挂在自己无好好伫咧管教。那学生完全没有办法跟上进度，我们也不是在那个当下就做所谓的体罚，并没有体罚，没有真的做，就只是下趴而已。我认为无好好管教，警专反观事发经过，伊是第43期新生，19号开始新训，26号暗时教，因为这个新生经过训练对人袂挑，区队长讲伊留落来加强训练，同时对这官话拢伫咧边啊背起，讲这是体能训练，并不是体罚。动作做个真精致，精神真有气势个保障，全部拢是警专高强度所训练出来。不过班长提镜头翕新生的心跳，他的记录是为了他的工作所需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学校要重申这个立场，我们不认同，而且我们要就责做最严厉的惩处。班长会去规定处罚，训练的影片流出来，和国界讲，袂做人警察真正是无简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